今天特别开心。Why are we so excited today? Because we got fan mail! Fan mail! It doesn't actually happen that much, so... Yeah, 我们其实蛮少收到那个。但是如果会常收到，那我们就会可能有开箱的系列。开箱系列。对，因为就我们最近才学会开箱这个词。因为我们去参加一个 Google 的做一些交流，然后大家就一直在讲开箱这个东西，然后我们就一直在想说开箱到底是什么。后来就问了，他就说我们在镜头前开箱东西，这是我们的开箱，这是我们自己创的开箱仪式。我们的那个包裹呢，是来自冲绳，耶！来自冲绳的 June Chan， Yeah， thanks so much June。好多东西其他人的开箱有这么惨吗？OK， 跟大家说，在开东西的时候啊，一定要先看有没有卡片，先看卡片才能看礼物。可是这只有给你的。OK， 我有一张。没有。No， 我没有。It's OK， it's personal， 这边可以分享给大家。P.S.DVD 是前些日子跟你提过的闪雷太古团，虽然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。 Of course I remember， 跟你们分享，希望你们能从中获得正能量，耶！谢谢，因为这是好棒的礼物，因为它是交流，但是这感觉呢有诚意多了。 OK， now I want to open this one next。 哇！哎，我刚刚有一个哎。Oh, cool! Dream Catcher. 这是捕梦捉梦网。捕梦网，捕梦网。哎，我觉得好酷，它的 size 一样哎。哎，好巧。好有缘啊！因为之前我都觉得我没有。这是美国的原住民他们的一个传统，就是说如果你有一些噩梦的话，然后把这个挂在床上床边的话，会把你的不好的梦都先补起来，然后保护你在睡眠的时候。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好的睡眠品质是非常重要。Oh, that's really cool, actually. So, 印章。欸，我觉得这个很酷欸。这是我们美美娃娃的第一个印章。好，如果我们办 party 的话，我就可以站在外面，然后actually 你的手给我好了。夜店的去夜店的时候，都会说不是该怎么样该怎么样，这样光明正大的去夜店。Thank you， 谢谢大家这么的支持我们的平台，然后真的觉得很感动，然后我们可以做出更多更棒的影片分享给你们。Thank you， yeah， 对，下次也写个卡片给我吧。Yeah， 要哭哭了。那我不会哭。